大家好，这里是安哥众。Okay,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我的暗光元素鼠。OK， 我们这个的话，我这个账号 ，OK， 所以现在目前应该是要多 ，OK， 要多一个属性 ，OK。多一个属性的这个光或者暗，来到这个提升哦，来到提升到这个可能是到这个霸星哦。哎，所以我们先去元素召唤了。哎，我们先去元素召唤。给我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没有？哎，这边可以拿两粒。哎，这里有20。商场有个买吗？商场没有。OK， 我们就用元素召唤。OK， 有20抽，看我们可不可能出奇迹吧。好，来抽。哈，微笑可以啦，只要是这个都可以啊。现在真的缺少碎片了。还有9抽啊，来吧。7、5、4、3，哎，真理圣徒，可以了。2、1，没有了。OK。这里也是差2抽我才可以完整哈，OK， 我们先去碎片，这里有一件，看一下，哎，可以啦，来，来一个核心的，哎，真的来核心了哈。看他给我吗？没有。可是他核心给我的是这个光的哈。哎，不要紧啊，背包不够。看我的背包一下哈。还可以抽一个4抽。有队友8抽，给我去升级一下吧。因为我们就看英雄招募啊 ，OK， 有8次10抽，看会中什么吧？会不会来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这个核心角色？按的，
除。OK， 这里应该有两抽，看可以不可以抽到吧。来吧，半边骑士。哈哈，水果硬糖，这是软糖还是硬糖？ Okay. 所以光的话，哈哈，不是很有。哎、okay. ，暗属。我没有拿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暗属，OK， 就到这里了。OK， 我们看我们多几天集够了，这个时候看可不可以再拿什么了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